起过来支持香港的朋友。那你觉得泰人跨境这一期运动有什么不同的吗？有什么不同吗？我觉得都是一样在追求自己想要诉求的民主。对啊，我觉得都是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对啊，而且都是由学生发起的，我觉得这个表示现在年轻人也都在渐渐关心社会，渐渐关心自己的国家。